仇笔记》是关于校园复仇系列韩剧。第一季有通往幸福的门、辅佐罗门、通往幸福的车、车银优。第二季就有了通往幸福的庙、金 W。 虽然第二季演员换了，但支撑大家看第二季的或许还有第一季留下的悬念，到底谁是幕后 BOSS。 第二季复仇笔记由潮音战记冠军金 W 饰演倒霉不幸的反抗者，音乐综艺高校 rapper 出身演员石敏赫出演高富帅黑骑士，安瑞拉饰演女主人公金智娜。剧情沿用了之前的设定，女主热血善良，但由于这种多管闲事的性格被欺负的冤枉，却拥有了一个神秘的 APP 复仇笔记，能帮助她复仇。大家都很好奇是谁在操纵这一切，却发现第一季女主胡九熙的哥哥胡九俊也在。复仇笔记的连接点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二两季的医生哥哥胡九俊。我觉得是哥哥，因为哥哥也是一个电脑高手啊。